是个大喜的日子，重要的日子。大姐夫，哎，忙活怎么样了？忙活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哎哎哎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拿萝卜雕了个雷峰塔。啊，雕雷峰塔干什么？咦，这不是红烧泥鳅吗？得拿雷峰塔压着它。我大姐夫挺有意思，你怎么的？你怕这泥鳅跑了啊？不是不是，这雷峰塔底下镇的是白蛇呀。我知道啊，咱不是没蛇吗？啊，拿泥鳅代替，没事儿、啊，我把泥鳅接起来了，显得长。行、啊，大姐夫，创意不错。哎哎，今天啊，我请你当厨子，我请对了。你还说呢？啊、差点没累死我。怎么了？你说你也是的，人家那么大老板来家里边吃饭干什么呀？你把人家请到外边大饭店吃多好。你懂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家宴，哎，是老板最高规格的款待。哦，王总什么人啊？啊，身家几十个亿啊，能到咱们家吃顿饭，这说明我们的关系到了，到头了，到头了。哎，到位了啊！到位了，到位了，到位了。嗯，好好干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让你白干。嗯，我跟王总是有项目，今天这个项目要是成了，咱们家这房子啊，我能得三套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是呀，哎，咱们家一共三家人，到时候一家分一套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分家。说话我就不爱听，就没你的。你看你跟你开玩笑的，到时候朝向好的分我一套啊！好好干，肯定有你的。哎哎，等会儿先，那别忙啊，一会儿王总就来了，啊、我交代你那个规矩，你都记住没有？我记着了，你说一遍。多敬酒，少说话。你就别说话。行行行，不说话。不会说话。来了来了，迎宾。哎，好，迎宾迎宾，你放心，你来喽，来喽来喽。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小钱儿！哎呦呦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哎呦，小钱儿啊，你家这房子不错呀、啊！哎呦，我这房子，啊、我这房子呀、啊，嗯，是这么回事儿、哦。哦，不用我介绍、啊，街坊邻居们都知道，这房子的首付是。是是是，咱请进吧。好好好，王总啊，这项目要成了，我这小钱儿可就变大钱儿了、啊。这话说的很实在嘛。这是哦，这是我大姐夫。哦，大姐夫好，自家人。来来来来来，哟哟哟哟，挺丰盛嘛这。是是是，王总啊，啊，这一桌子菜啊，我大姐夫忙活的。不是，大姐夫啊，别老光摆手，你打个招呼啊。不是他怎么不说话呀、啊？说话。王总啊，真的是太欢迎您了。王总您快坐，嗯，我都听顺丰介绍了啊，说你们两个人吧，不，你应该是帮上了顺丰，哎，关照他啊。是是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妹夫老有才了啊，真是高兴您到家里来吃啊。嗯、家里反正也没啥东西，我呢都是外边买的，哦，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是是是，您放心，家里就吃个实在，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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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吃，差不多行了，别实实在在的。哎，说的很好嘛。在家吃饭可不就得实实在在的？哦，哦对对对，嗯，那行，嗯，哎，哎，好好好，哎、王总啊，啊，哎呀，光临寒舍，令寒舍蓬荜生辉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我敬你，敬敬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。哈哈哈哈哈！吃菜吃菜吃菜！哟，这刀工不错呀！啊，这雕的是个狼牙棒吧？不是，王总，这个不是狼牙棒，这是，这还真是个狼牙棒。那不行，这就是狼牙棒。哎呀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回敬一杯，我回敬一杯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来，哎哎，
感谢啊！哎哎，干了！哎呦呦呦呦，喝喝！哎呦哎呦，哎呦，干了！你养鱼呢？不是，唐总，我这个人呢不胜酒力啊，我是想多喝点，但是我没那个技术。喝酒要什么技术啊？啊，喝酒要的是肚子。不是，是，哎呀。别给我倒了，你别搁那，别给我倒，你这不满，知道你。哦，王总，嗯，是这样啊，嗯，这个我带我妹夫敬您一杯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我敬你一杯啊。哎哎哎，等会儿，你敬王总怎么能用那个呢？啊，我用碗，我用碗。好好好好，行吗，王总啊？初次跟您见面啊，嗯，欢迎您到家里来。好好好，我代表顺丰敬您一杯啊。好的。王总啊，家里边呢也没啥好菜啊，我再敬您第二杯。好的。来吧，狼牙棒掉的不好，像个雷峰塔，我自罚一杯。大姐夫海量 啊他行，这必须追呗。哎呀。哎呀。